今天是我们亚洲共同体东亚文学与文化第三周的课程啊。那这个我们的从开学以来的这个两个阶段的加退选哈，照理讲应该已经是告一段落了。可是呢，在这中间还陆陆续续有一些同学呢，来这个询问是不是可以人工加签的这个相关事宜啊。那再加上我们课程。本身呢，在这个有关作业规定方面呢，也有一些调整，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等于说，先重新的把我们这个课程的作业规定分组跟加签的这个问题，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之后呢，因为等一下黄老师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小组讨论，所以到时候我们的各组的 TA 呢会再跟各位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啊。那么在课程规定作业要求方面，本来我们是这个希望我们的同学啊，依据学校的规定啊，因为这是学校的规定，就是所有呢这个二加一带讨论的课程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在来上课之前呢，能够先有对这个。教材哈，能够做一个预先的阅读啊，跟思考。那也因此呢，就有一个500字的阅读心得的撰写啊，必须要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呢，要上传要缴交。那我们也遵照这个规定呢，在开学的时候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宣布。但是呢，因为后来我们也考量到啊，在这门课程里头，多数都是这个以讲座的方式进行啊。那有的时候老师们提供的这个阅读的材料，可能呢对于特别是低年级的同学以及非人文社科领域的同学来讲呢，会有一点难度啊。那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也有我们的不少的作业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后来的决定就是说呢，每周500字的阅读心得哈，我们就把它取消掉了。好，但是呢，我们的取代方案是说，希望同学们仍然是要去在课前阅读我们老师所提供的教材，以便呢在第三堂的讨论课的时候，可以跟助教还有其他同学们一起讨论。好，那讨论完了之后，我们会希望每位同学呢能够把你们在课堂跟这个讨论课里面啊所想到的曾经谈过的，以及呢在课堂上面可能还来不及谈，但是你后来想到的一些心得。感想跟问题啊，那在我们的CEBA 课程网页上头呢，讨论区里面去进行发表啊，那这是一个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的一个新的规定啊，也就是说呢，下课之后到下一周上课之前，请大家每一个人啊都一定要在我们的讨论区里面发言啊，大概撰写50到100字。左右，那当然写得更多更好啊，的相关的这个讨论的心得。好，那这个因此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希望我们的课程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不但有充分的阅读讨论，也能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心得感想啊，跟这个相关的问题思考的这个发表跟交流。好，那这一点是跟大家先做说明啊。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到目前为止还有若干的这个名额是可以的，再让有兴趣的同学加选的，因为这门课程非常难得啊。我们是这个日本的亚洲共同体基金会，它有这个补助我们一些经费，所以我们每一讲其实都请了非常这个优秀杰出的国内外的学者来为大家主讲啊。所以呢，如果说有同学对这样子的一个系列的讲座有兴趣，而又希望在这个课程里面多一些讨论交流跟自我发挥的话呢，我们会欢迎同学们啊来这个进入我们的课程。那也就是说如果有同学没有选到课啊，那有兴趣要加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呢，譬如说等一下今天我们可以用人工加签的方式帮大家这个加签。那如果说你们在座的同学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同学还没有
这个选课，而有也有意愿加签，而今天又来不及带着加签单过来的话，我们也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啊，就是说大概从今天下午以后一直到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呢，我们会在中文系办公室啊，请同学们带着这个加签单到那个中文系办公室，请助教啊，帮你们盖章啊。那这个到时候就可以以人工加签的方式呢，进入我们的课程啊。那得也就是加入我们的行列啊。那这一点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同学都能够认真啊，热烈的参与到课程当中去啊。那么期末的时候呢，日本的基金会他会颁发奖状啊，以及奖学金啊，也就是说表现好的同学是可以拿到奖学金的啊。那确切的额度不清楚，但是呢，我想这应该会对认真修课的同学会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啊。好，以上是这个课程的交代呢，我在这个地方啊，先跟大家做这样的说明啊。其他如果各位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那个助教的讨论课里面哈，那么再来跟助教询问啊。那今天其实已经有几位同学这个要来加签了，所以呢，我们在外面公告的分组名单里面也把这几位加签的同学分到各个小组当中，所以同学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小组名单啊，看看你是哪一组，然后你的 TA 是哪一位，等一下要到哪一间讨论教室啊去进行讨论啊，这个下课的时候大家去看一下。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讲座课程哈。那今天是我们这个亚洲共同体东亚文学与文化第三周的课程。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能够请到啊日本爱知大学的黄英哲教授啊来为我们演讲。那黄老师呢是师大历史系毕业啊，那之后呢到这个日本求学，得到日本立命馆大学的博士之后呢，他就长期的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方面的研究啊。那黄老师过去特别是对于啊战后初期台湾如何的在一个脱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后啊，那么进入一个去日本化，在中国化的这个过程呢，有许多深入的讨论跟研究啊。那么最近呢，这些年里头呢，他持续关注的其实就是一个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大裂变的时代当中，许许多多的流离的失散的一些个这个漂泊跟跨境在中国、日本、台湾的这一群人们啊，那么他们当中的离散、漂泊的情节，以及相关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文献的勾勒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黄老师呢，要来为我们主讲的就是亚洲共同体视野中的跨境与漂泊啊。那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黄老师啊。好，大家好，我是那个文本有发给他们了，两个文本啊。大家早。好，大家好，那个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那其实眼来的和尚不一定会念经哦，那也许我能够提供大家一个那个不同的那个观点，不同的那个看法，也不坏。还有一点，我还是先声明一下，我的国语讲的不是非常好，那你们多包涵。那40年前。从嘉义上台北的时候是第一次上台北，在读大学以前从来没有上过台北。那南部的小孩子的话，国语教育是国语教育的问题，又是家庭教育的问题，我不太清楚。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我的国语一直没有进步，而且在日本住了30年，更有明显的退步。那我还是很努力的把国语讲好，虽然我的知所思还是发不出来，没办法。我记得以前上师大的时候，然后那个国语语音学是必修的课程，没有那个及格的话是毕不了业。然后在师大国语语音学是讲理论也讲实际，
那考试的时候，那个期末考，上学期跟下学期的期末考，那个老师告诉我，黄英哲，你的那个考试成绩很好，但是你的那个发音的话是不及格，后来是勉强给我及格了。哎，那我今天其实要讲的那个，我要讲两个文本啊，两个文本的那个故事，一个是鲁迅的藤野先生，另外一个是陶晶孙的那个淡水和心中，其实是要讲两个文本。那我们都知道，在整个亚洲，特别东亚哦，东亚的现代文学作品里面，你们知道谁的作品的读者最多呢？整个我讲的东亚，就是最主要就是韩国、日本、中国那个台湾哦，东亚为主的那个亚洲，但是以东亚为主的亚洲一讲的话，也许东南亚的朋友就要抗议了，那我们就避开这个争议的那个话题。在整个东亚来讲的话，就是鲁迅的作品，中国的鲁迅的作品，还有日本的村上春树的作品，读者是最多的。因为这两个人的作品被翻译成韩文、中文、日文哦，这两个作家的文学作品的读者最多。以前东大的藤井雄三教授有提起说，也许透过鲁迅文学作品，还有村上春树的文学作品的大量的读者，也许可以考虑会形成一个所谓的东亚文学共同体。这是一个提法，是个提法，到底能不能落实的话，这个倒是那个很难说哦。那今天我要讲的，其实就扩进所谓的文本夜境，夜境是日语哈 ，EQ。那我们翻成中文就跨境，文本跨境意义在字。我就的主题就是文本跨境跟意义在字，这一个 keyword， 一个关键词。那我是以两个文本在战后就光复台湾的登场哦，那我想呈现整个战后台湾的存在，在文本text 文本流通与意义生产中历史与文化的纠葛哦，一个就是鲁迅的名著藤野先生哦，当时藤野先生被摘录登载在战后初期。等待遣返的日本侨民，就是住在台湾的日本侨民刊行的杂志《新生》，我等一下会再讲《新生》哦，所引发的日本侨民之间对原先代表所谓中日友好的藤野先生这个文本的摘录问题的责任跟批评哦。那另外一个文本就是曾经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陶晶孙。那你们手上有那个藤野先生跟淡水和性情吗？有这两个文本吗？有吗？哈，而且你们事先都读过了吗 ？OK， 那非常好哦。那陶晶孙的话，他战后来到台湾，而且在台湾大学医学院，那个热带医学研究所做研究，那也在那个台大医学。燕哦，当教授哦，那当时他起才轰动台湾一时的社会新闻啊，创作一个日文的小说叫《淡水和心中》，心中是日语，心就是日语，是性情的意思。淡水和性情，那陶晶孙本身就是一个所谓漂泊在东亚的人物哦，他小学就跟着爸爸到日本去留学，小学、中学、高中。然后大学是念九州大学，当时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哦，医学部，一直到二十几岁才又重新回到中国。那战后来到了台湾，那几年后又为了躲避当时候台湾白色恐怖的网络，又一家逃往日本。他的太太是日本人，他跟郭沫若也是中国
现代非常有名一个作家，跟郭沫若是连襟哦，两个是那个连襟。那陶晶孙后来就逃往日本，从台湾逃往日本，很可惜到了日本没几年就病逝在日本哦。那当时陶晶孙所取材的那个男女性情的故事，在当时还很朴实的很朴实的1950年代的台湾，引起了从官方媒体到大学校长，到当时候台大的大学校长那个傅斯年的还有那个几位教授，沈刚博，当时台大文学的院长沈刚博，还有中文系的教授毛竹水啊、哦、等人的注意到这个事件啊、哦、那这些社会贤他们也借题发挥啊、哦、让这个那个性情事件变成了所谓国族文化，上纲到国族文化收益教化的故事，这个等一下我再做一个那个比较那个详细的说明。那我先来讲那个藤野先生这个那个这个文本。藤野先生到台湾，不是藤野先生真正到了台湾，是藤野先生这个文本怎样到了台湾。那你们先看那个 PPT 这个 PowerPoint 是仙台的那个鲁迅纪念碑啊，到现在为止，那个历来所谓中国的国家领导每次访问日本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会到两个地方，甚至一个地方哦去凭吊一番哦，来表示重视，非常重视中日友好的关系。那一个地方就是仙台哦，就是日本仙台。的那个宫城县仙台的鲁迅纪念碑，这是鲁迅的纪念碑哦。还有当年鲁迅上课时候的那个阶梯型教室，这是当年哦鲁迅上课时的那个梯形的教室。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京都岚山，我想也许你们那个年轻人很喜欢哈日哦，那日本其实也没有你们所想那么好，但是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啊、哦。那个岚山，也许你们都去过京都，那岚山有周恩来的诗碑哦。周恩来当年想到京都大学念经济，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入学，后来就到法国去留学。然后他在京都短暂滞留的期间，曾经有一个下雨天去游岚山，岚山是确实是很漂亮的地方啊、哦，然后那留下了一首诗在书写那个岚山。后来，好几年前他们日本人就在岚山把那个周恩来啊、哦、在咏岚山这个诗，把它做一个诗碑啊、哦。那中国领导人每次到中国，肯定每次到日本访问，不是一定会到仙台，不到仙台的话就到那个京都的那个岚山啊、哦，去那个凭吊一番。那鲁迅纪念碑，它是在1960年做的。当时候日本还没有跟中国恢复邦交，日本跟中国恢复邦交是1972年啊、哦，跟中台湾维持邦交是1952到1972。1972日本就跟台湾断交，跟中国那个恢复邦交。那这个纪念碑是1960年就建立，当时候日本还没有跟中国恢复的邦交，然后在一群期盼中日所谓中日友好，那中日早日恢复邦交的日本人士努力之下所筹建的。当时候徐广平就是那个鲁迅的太太，徐广平还活着，徐广平还亲自到仙台去，主持这个纪念碑的揭幕仪式。那随着纪念碑的那个建立，东北大学也保存。还原当年鲁迅上课的梯形教室。鲁迅到那个仙台去留学是念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入了东北大学的医学部、哦、那个东北大学就把当年鲁迅上过课的这个阶梯型的教室保存，而且复原的那个非常好。那从1904年开始，鲁迅在这个教室里上了一年半的课哦。那在这里，鲁迅上了藤野先生的解剖学哦。在这里，鲁迅经历了受辱的
笔记事件啊。所谓笔记事件，就是日本学生怀疑那个藤野先生在批改鲁迅的作业笔记的时候，那做了记号，泄露题目给鲁迅。啊，鲁迅得了很高的分数哦，然后同学们日本同学就质疑哦，让那个鲁迅觉得很大的屈辱。嗯，在这里鲁迅又经历了令他啊非常愤怒悲哀的幻灯事件。所谓幻灯事件，我待会再说明，因为这个幻灯事件促使鲁迅放弃医学，他认为医学救不了中国，所以。打算从事文学，从文学来救中国，从做一个文艺复兴的运动来救中国，这是对鲁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幻灯事件哦。那个等一下，我再说明。但是呢，在这里鲁迅也深深体会了藤野先生希望他学成归国后传播近代医学的热情哦。那这个热情成了以后鲁迅战斗的重要粮食。那梯形教室，你看现在还是保存的非常好，但是数年前那个福岛核灾，就是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有点受损，但是很快他们就把它，又把它 修补过了。那1998年，听说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的时候，那特地他也来到这个教室参观，并且坐在鲁迅。哦，经常坐的位置，从前面哦，这边有放一个那个白，就是鲁迅都是坐这个位置，从那个前面第三排数来第三排的位置，那江泽民也坐在这个位置上，好像听说坐了几分钟，静静的冥思了一番，那冥思的内容就不得而知啊、哦。那1950年那个所谓中国。建国后，以前他们叫解放后，现在成了建国后。1950年那个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中学的语文教科书收入了那个藤野先生啊、在中国只要读过中学的中国人，大家都知道，那有一位对鲁迅、对中国留学生非常亲切友好的那个藤野先生。那2003年，曾有一项。对中国470个中学生做一个问卷调查，说你们知道的日本人有哪些呢？哦，那这个问卷调查的结果是藤野先生哦，还有藤野先生和当时候2004年当时候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哦，还有足球明星中田英寿，还有。唱歌的时候鼻音很重的，我觉得唱的不是很好。那个滨崎步啊，那真的唱歌鼻音很重，我觉得他是唱的不好。但是滨崎步在中国名气也是很大啊、哦。然后藤野先生是排名第九啊、哦，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中日友好的象征人物啊、哦。但是藤野先生最早成为。中日友好的符码，其实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日本，而是在光复后初期、战后初期的台湾哦。它被翻译成日文，出现在1945年12月26日，等待遣送的日本侨民哦的那个杂志《新生》哦，《新生》的那个创刊号上啊。这个是藤野先生哈，藤野先生在他的研究室，藤野先生，那这个杂志就是那个当初战后1945年那个12月26日啊发行的给日本侨民，就是被等待被从台湾遣送回日本的日本侨民的一个杂志叫新生，1945年8月15日日本那个战败日本败战，那台湾有些人喜欢用中战，这个很奇怪，中战就是日本战争结束，不是中战是败战，日本明明是战败，所以我从来不会用中战这两个字，就是日本败战，不然就是日本战败哦。那当时候在台湾的日本侨民哦，包括军人，一共有49万人，那这批日本侨民从1945年12月开始要把他们遣送回日本，那
等待哦，为了当时等待遣返的日本侨民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使，那曾以当行政长官的长官公使的许可跟援助，那创刊的杂志《新生》，那这个《新生》的刊物，它有它的政治性的那个任务，只要是为了启发当时候仍然驻留台湾等待遣返的日本人和被征用的日本人哦，让他们惭愧其悲戚感啊、哦，并宣导战后中日哦需要互相合作友好的一个宣传刊物。那这个刊物是一个总合性的哈、哦，你看这个刊物的那个背后还写的不以怨报怨而乐以为善啊、哦，这个是这个那个刊物的那个目次啊、哦，刊物的那个目次，它是一个总合杂志，有先导性的文章，有那个国语的学习讲座，有时事报道，还有那个藤野先生哦，藤野小说，藤野野先生，嗯，哎。那杂志新生它刊载了日本结义日文结义版的那个藤野先生嗯，那刊载藤野先生的理由应该是主编他一方面想透过藤野先生来对当时还滞留台湾的日本人诉说在中日的互动网络中，还有如同藤野先生这种胸襟开阔的日本老师对于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给予特别的关怀照顾，那在鼓励日本人其实作为败战之民也不需要过度的自卑，那另一方面也想透过藤野先生作为中日友好的一个象征哦，藤野先生把它转化成为中日友好的一个文化符码哦，向中国人昭告中日亲善的一面，并期待透过藤野先生的形象扭转日本人身为侵略者的帝国主义的形象。但是呢，藤野先生刊载获得隔年的1946年1月9日的新生报、哦、这个新生报上马上就有一个日本人叫上山一男，这个日本人一个读者投书、哦，这个投书叫文化人的信义，请问日文杂志新生编者、哦、那这个投书他指出新生的日文结义版的藤野先生是从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开始的研究、哦、在这一段文章之前还有十几个行字描述当时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那这一段被砍断了、哦，东京那个也无非是这样哦，上野的樱花浪漫的季节啊、哦，望去却也像毁轰的轻盈，这一段啊、哦，这一段被砍掉了哦，这一段被砍掉，这一段的描写很有意思哦，那个你们可以看那个 PPT 哈、哦，这一段的话就登载在那个新生杂志的藤野先生前面这一段那个被砍断哦，被砍断。啊、特别、欸，那个这一段的后半段、哦、那个中国留学生会馆、哦、在描写他们这些从中国，当时中国还是清朝、哦、清朝那个辛亥革命还没有发生，满清还没有被推翻，那这批从中国来的留学生，那个不太用功，整天跳舞，然后鲁迅非常的生气、哦、所以你看到别的地方去看看热闹，就是因为这个契机，那个。鲁迅离开了东京，往仙台哦，往很偏僻的那个仙台去留学。鲁迅到仙台去留学的时候，当时留学生只有一名，他是第二个到那个仙台去留学的那个中国留学生哦。那这一段文字，我刚刚也说到，这一段文字其实说明了鲁迅对东京中国留学生的失望，转往仙台求学的原因。另外呢，上山依然这个投书的人，他又强烈指责，编者故意删改了原作的重点，使这篇作品完全丧失了生命。那最重要被删掉的是这一段，哦，就登载在新生杂志的日文结义的那个藤野先生最重要的这一段被删断，而且这一段的话就牵涉我刚刚所讲的那个
笔记事件，还有那个幻灯事件啊，这一段我很快的练一遍了。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婚事在60分以上，并不是自己的能力的，也无怪乎他们以后哦，就是那个日本人足以那个藤野先生故意漏考试题目给那个鲁迅，然后对鲁迅那个踏滑的时候，他很伤心的这么写。那下来这一段是所谓的幻灯事件哦，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的。第二年，天角灭尽血，细菌的形状全是电影来显示。一段落已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哦，便引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那时候刚好碰到所谓的日俄战争，那很奇怪，日俄战争不是在日本打，也不是在俄国打，竟然是在中国的东北打，在那个大连理顺打，这很奇怪，对，也难怪清朝会灭亡哦。那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面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生却特别的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呜啊，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哦，这个给鲁迅很大的刺激，认为医学救不了中国，哦，还是必须用文艺运动、文艺活动，透过文学思想的那个风潮来改变那个来改变中国人，那个来救中国人。哦，那这一段文字就是鲁迅关于著名的笔记事件还有幻灯事件的描写。那这位投诗的日本人上山一男认为被消除的部分是严重的重点，愤怒的指责主编是有意偏袒军国主义，或是不敢正视日本的军国主义。哦，这个是那个日文，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上山一男的那个投书哦的投书的那个啊，你们可以看，特别是那个后面啊，投书的后面这一段，我就不念了啊，我就把重点讲一下。上山在投书的最后说啊，我实在无法想象啊，编者是有心啊删除这一段文章，这样一来，编者的头到底是朝向哪一边？民族主义啊，军国主义啊，新生的编者要求在台湾的日本人民族主义化之前，应该先换换自己的脑袋啊，这边啊，先换换自己的脑袋。那新生中藤野先生啊，藤野先生消除的部分，正是以往啊被认为，我刚刚也有提到，导致鲁迅弃医从文的生涯中转折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啊。对于违抗自己的同胞被枪毙的抗客心态反思的回忆啊，对于抗客在内的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啊，也是鲁迅在铁屋中呐喊的内部批判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啊。因此为了中日友好啊，消除鲁迅针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自我批判，保留对藤野先生的怀念，或是为了中日友好，更应该诚实的呈现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显现的内部与外部批判的复杂性，就变成了新生这个杂志的主编和还有读者就投书给新生报这个读者上山一男这个日本人之间啊，对于在败战之后日本人如何面对过去展望未来所呈现的微妙的那个差别啊，那我们可以判断那个新生的编辑和上山一男应该都会同意啊，败战以后的日本
必须告别过去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中对于中国的歧视跟侵略，但是未来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是否应该存在，即便是具有良好即使是有非常有良好意图的主导性 的消除，就是故意把这一段文字消除掉。鲁迅他虽然批评日本的军国主义，但他终其一生对藤野先生是敬爱有加。他后来要回国之前，那个藤野先生还把自己的照片然后签名送给那个鲁迅。那鲁迅后来回到中国也是到处迁徙，到处漂泊，但是他的行囊始终都保存着那个藤野先生送给他的照片，还有藤野先生就亲手签名的那个照片。这个照片还保存着，放在那个北京的那个鲁迅博物馆就是说藤野先生是送给他的照片，他一直都保存到他死为止，都保存把这个照片保存得非常好。所以鲁迅他一生中对自己的老师藤野先生是非常的尊爱，同时对看客国民性的自我批判也丝毫的不放松他在流血的时候就跟他的好朋友那个许寿裳先生两个人有所谓中国国民性论议的那个辩论他们认为说中国的国民性一定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不改造的话中国是没有希望的。那是当时候两个人的那个争辩，同时也后来也掀起在当时候中国留学生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辩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那个改造的那问题那上山一览呢，这个投诉它代表的是对于这种复杂性的重视，而对于消除这段文字的抗议似乎也暗示着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不应该是主导性的民族主义，这将只是军国主义时代总动员制的借尸还魂甚至如果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也包含了以往中日关系的调整改善的期待，也不应该为了中日亲善的友好就忽视了中国的自我批评，就是这些看客对这些跨和平那个看客的那个批判及其根源那个日本军国主义他们的整个那个思想的根源。那战后的台湾，光复后的台湾，在中日政权的转换期间，将藤野先生这篇文章作为战后中日友好的文化符码加以使用的用意。但是很吊诡非常吊诡的是，这种友好形象的形塑却是由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所提出，并不是由国民政府提倡。而藤野先生这一篇文章在新生的消除修改所引起的日本读者的反应中，也微妙地显现了不同的立场换句话说，新生结义版被删除的结义版的藤野先生，他意图形塑藤野先生的日本人正面的形象，而日本读者上山一览的投书，则是针对新生的那个结义版的藤野先生全面性的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两种立场作用在藤野先生这个文本上使得原来是杂志新生这个杂志重刊鲁迅旧文鲁迅已经发表过的那个藤野先生这个旧的文章的编辑作业，一个很单纯的编辑作业，成为了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败战之后对于新日本的期待，以及对未来新日本应有的中日友好的期待中在旧历史与新未来之间的联系性与断层性的互相纠葛的场所。但是不论是新生结义版的意图，或是
日本读者上山一览的投书的内容，完全没有将鲁迅对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失望，就不读书，整天这么跳舞，到了三更半夜还在那么跳舞、哦、还有他个人的那个遭遇笔记事件，就是日本学生瞧不起那个当时候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幻灯事件，就是中国国民的麻木不仁，引起鲁迅非常的愤怒、哦、导致、哦、这个三个原因导致了鲁迅哦弃医从文哦，把医学不念了，去改哦改，改从文学运动来，希望透过文学运动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来唤醒中国人的觉醒哦。这种鲁迅弃医从文的内在冲击纳粹的视野哦，那个被消除的、被删掉的那个。藤野先生，这三个重点完全都不见了、哦、那这三个重点呢，这才是藤野先生这一篇文章的核心主题。那鲁迅的仙台经验，他的日本经验，迫使他重重的批判不自觉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奴隶性、哦、而这正是鲁迅走向文学的出发点。但是作为日侨杂志新生所设定的日本读者以外的中国读者，以台湾读者而言，藤野先生、哦、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战后、初期、哦、的台湾展开了完全迥异的文本的旅行、哦、那关于这个 那个文本的介绍，我简单来做一个那个小结论、哦、那藤野先生呢，这个文本、哦、这个文本、引发了、哦、当时候在台湾的日本侨民、内部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与未来新历史要如何展开的讨论，在反省战争的同时，却存在了在新的历史展开的时候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问题。那这个呢，似乎仍可以见之于现在我们活着的现在当下的一个两种态度、哦、日本的一个两种态度，一个是面对真实的过去、哦、即便可能对当下造成困扰，也要呈现、完整的历史、哦、那个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去那个蒙蔽。那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要建立当下的友好关系，有必要去隐蔽令人不愉快的历史的部分。那鲁迅的文本在战后初期，在台湾光复后初期的时间点上，意外的在台湾成了日本侨民之间关于未来历史的批评素材，辐射了未来的两种新的历史的路线。那即使到了今天，即使到了当下，日本社会还是存在这两种思维的角力啊、哦，这是关于那个藤野先生啊、哦，藤野先生这个文本的那个介绍，透过这个文本哈、哦、来讲这个文本背后的一些那个脉络哦，当时整个那个背景啊、哦，等一下我来底下啊。下面我来谈那个淡水河心情啊，这个是也许比较轻松，也其实也不轻松。哎，当时一个轰动的那个社会事件，就像那个台湾的国仔队一样，最喜欢的那个社会事件。媒体总是嗜血的动物，很无情的嗜血动物。啊，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1月14号。那个中央日报，我现在中央日报只有那个电子版，觉得非常的寂寞，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中央日报的副刊是相当好的一个文学刊物，那个我们可以讲我那个世代人都是看着中央日报的副刊长大，当年的中央日报副刊确实是很多好的文章，确实好的文章。对，那我们不提这个。那1950年，民国39年1月14号，中央日报，就是中央日报的第4版，有一则社会新闻，
那这个社会新闻，你看这字很小，标题是淡水河边水门下啊，一个少女性情炽热就自杀，遗落两封书信，表明自杀的原因，因为不能与爱人结婚啊。那这个社会新闻的那个内文哈，这个字太小，我叫我的学生把它打出来哦。好 ，OK 哦，这个新闻是昨天啊下午6点多钟，正好是好时光、好天气，在淡水河边13号水门下发现一个艳丽哈艳丽女尸的，年龄不到20岁，烫发，穿白衣贴身背心啊，灯芯布衬衫，你们就很快的看一下哈，黑黄色的旗袍哈，外罩红毛线的外套。哦，然后后来他们就找，就是知道哦，这个字那个你的那个是，名叫陈淑清，19岁，台北县人哦，住在哪里都有，桃园女高校，在光复初期能够练到那个女高，就是女子高等学校，那个是非富即贵哦，出身好，然后不然的话不可能在那个。说不可能练到那个女孩子，不可能练到那个高中哦，然后就找到她的那个，根据她的遗书找到她的那个男朋友叫张白环哦，然后找到之后，这个张白环啊，当时双泪直流哦，赶到现场。那这个家伙是厦门人啊，今年24岁啊，这个我这个你就把它看一下，这是当时的一个那个社会新闻。那同一天中央日报的第二版哈、哦、又前文刊称哦，全部那个第二版哈、哦、又前部在这边呢，刊出了这个女孩子的遗书哦，她遗书有一封是留给她的男朋友张白环，另外是留给她的那个父母，她的父母啊，那留给那个她的男朋友张白环的那个遗书的那个内容啊，等一下啊，哦，你们看一下，就是说。那个，啊，这边说，啊，我不厌恨你，我只厌恨自己的命运，恨自己的家庭啊。如果我父母当初，答应我和你结婚，那这边啊，然后讲说，我厌恨我的家庭，为什么那么仇恨外省人？我不知道他们生前是不是受了外省人什么欺负啊？然后讲说，你教我说国语，学国文。教我怎样做人，怎样做朋友，怎样孝顺父母，怎样爱祖国，怎样努力读书。你告诉我许多我从来没有知道的事情，使我觉得人生是多么有意义，使我觉得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很值得我来敬爱你。那这是他那个这个女孩子陈淑清写给那个她的男朋友的遗书。那另外呢，这是写给她妈妈的那个遗书哈。他妈也类似，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啊。我的心很痛，我没有话说了哈、哦。我只是要求你们不要悲伤，也不要去害张先生哈、哦。他是很好的人，是我哦，就是写的很感动。那我先讲一下，后来发现这个遗书不是这个女孩子写的，是张白环这个坏男人伪造的那个遗书。这是题外话。这当时哈、哦，这是后来真相大白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乌龙。那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一个社会新闻，那这个新闻遗书那个在报纸刊登出来以后，不只是中央日报，别的报纸也刊登哦，新生报也刊登。当时台湾的报纸不多，除了中央日报比较大的报纸就是那个新生报，还有那个南部的中华日报哦。那这个是那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哈，1950年五月是中央日报，那个陈淑清确实照片看起来真的长得不错哈，这个男的看起来就不是个好男人，不是你看嘛，这感觉是像那种小白脸的味道哈，
我看了就不喜欢。那对这个，你看当时几乎呢没有什么隐私啊，不像今天你能够随便把死者的照片登出来吗？不太可能，不然就要加个什么那个涂黑又怎么样？那当时候不像今天那么的那个法令一大堆，这个那个女的，这个是一个男的啊、哦，然后然后你看，然后这个新闻这个消息后来就引起市井啊、哦、市井议论纷纷，然后会声会影，成为备受瞩目的一个社会事件。那媒体也持续的追踪报道哈、哦，那个。这个国仔不只是现在才，以前也有、哦、然后追，然后很多民众、哦、也投书，然后表示他们的意见。那当时投书很多、哦、我那个有一篇文章，我就把这个投书都有整理出来。那个、比较不能说好玩，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悲剧、哦、就是说当时候也惊动了那个台大的校长傅斯年哦，你看傅斯年、哦、我们的傅斯年傅校长、哦，然后那个傅斯年也非常的关心同情那个陈树清的遭遇，然后领衔跟当时台大文学院的院长沈刚博，还有台湾出生的那个有台湾背景的当时台湾心理系的系主任苏湘仪，后来也当过那个台大那个图书馆的馆长哦苏湘仪，还有跟那个五四运动里面也参与过的毛竹水，当时他在中文系任教，毛竹水他们联合投书中央日报，而且发明要那个联名发起募款，而且要补葬陈树清，而且应他建立一个那个纪念碑。那这个投书的那个内容我有请我的学生把它打出来，你们看一下这个哦，这个就是这个文词并茂哈，文词并茂。后来那个我有老师告诉我说，这个是沈刚博先生写的。后来那个沈刚博先生的太太，以前教过我的曾祥和老师，他去世之前我去找过他，他斩钉截铁告诉我，这个不是沈刚博先生写的。对，我有去跟他确认。这个文词变貌我就不念了，我就不念那个这个副校长的那个投书。然后当时陶金孙呢，陶金孙先生人在台湾，我刚刚也讲过，陶金孙呢，他一生中可是游于东亚，游于中国、日本、台湾，算是一个跨界者哦，跨界者。他本名是陶铸，是江苏无锡人，那小学就跟着他的姐姐父亲移居日本东京，然后在东京念小学，后来在1919年念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部，然后在留学期间就和郭沫若还有郁达夫哦张之平他们共同成立了那个创造社，提倡为艺术的那个艺术。那1929年那陶金孙告别了那个住了23年的日本，返回到中国。那同时，除了当医生之外，也继续从事他的那个文学运动。那1930年的三月哦，他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那个成立哦。那陶金孙也是那个盟员之一。那1946年，他来台湾就是参与了那个台大医学部哈，到底有没有参与台大医学部的接收？这个我就把它列过。反正他到了台湾之后啊，多多少少也参与了当时台大医学院的接收。然后他担任台湾大学医学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教授，兼卫生学研究室的教授。那一九五零年，因为他的儿子哦，当时在台湾陶金生他的日本太太还有他的儿子都一起住。后来他的儿子参与的协印，当时候那个整个那个国共内战的末期，不只是中国国内，台湾也有一些协印，台大师大那个四六协印也是非常猛烈的一个协印。那他儿子参与的协印，然后就被注意到，然后很危险，
后来因为他太太是日本的关系，透过要去日本开会的名义，一家就离开了那个台湾，到了那个日本。那到了日本之后，那个陶晶生哦，他又他可以当医生，因为他是念医的。那同时又到东京大学当那个兼课哈，教那个中国现代文学。但很可惜，他到日本以后就也重新创作。他日文比中文好，他去了日本之后，很短的，不到两三年之间，写了两篇短篇小说，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淡水河殉情》，那还有一篇短篇，还有一些那个散文，都是日文写的。后来他去世之后，他的日本朋友有帮他将这些日文的作品整理起来，就给把出版，然后书名叫《给日本人遗书》，给日本人遗书。然后几年前的话，那个中国上海有第一次把那个陶晶生的给日本人的遗书翻译成中文，但是读读就没有漏掉翻译漏掉这一篇那个《淡水河殉情》。那为什么我不知道？那陶晶生的话，因为在抗战期间，那个八年抗战期间，他人在上海，那也参与了当时那个沦陷区上海的那个日本的一些组织，所以虽然战后他没有被指为汉奸，但起码就是这些不是对中国人来讲不是非常名誉的事情，始终一辈子就是围绕在他的身上。那这几年中国好久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陶晶生的研究在中国是没有，陶晶生的那个文章到了前几年哦，才以省级的方式，到十几年前哦，那个在中国才陆续出版的他的一些作品，算是软性的平反，他是很没有说很正大的平反的那个陶晶生。那起码的话，在整个那个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里面，陶晶生的话是缺席的哦。但这几年是比较有一点改善。那1952年呢，很可惜他，就肝癌哈，肝癌就病逝在日本。去世的时候才55岁，55岁就去世，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惜。然后刚刚讲1950年发生这个重大社会事件的时候，陶晶生人在台湾，所以他也耳读哈那个。当时报纸的报道，还有整个当时社会的气氛，他都亲自那个目睹了哦。后来他就以这个社会新闻哦为那个蓝本，写了这一篇《淡水河心中》，写了这一篇那《淡水河殉情》。那在解读这篇那个淡水河殉情的时候，我想初步就是对光后初期的台湾的社会背景哦，那个政治背景一个稍微的那个说明。那1945年10月，那国民政府那时派那个陈仪来接收台湾，战后来台湾的大陆的男性大部分都是公务人员或是技术人员，那其中也有已经结婚的和没有结婚的。那透过各种机会，台湾的女性得以认识大陆的男性，那进而相恋结婚。当时报纸报道，当时的记者他把这种现象把它戏称为随着台湾光复，台湾女人们的桃花运处处展开。那其实这些处处展开的桃花运其实也潜藏着烂桃花的可能。当时吴浊流，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吴浊流的波茨坦的科长波茨坦的科长，或是那个李赫肉的冬夜的话他们就描述了当时候那个台湾女性被一部分从中国大陆来台的不孝的那个男性那个欺骗的那个故事，把它写成小说，是一部分，不是全部，是真的只有一部分而已，不能以偏概全啊。但事实上，当时是有这种那个现象的那个存在，一部分坏的那个大陆来台的那个外省籍的男性就是做了一些坏事。
那台湾光复以后哈，台湾其实当时候台湾的女性和那个台湾的男性，就本省级的那个女性和本省级的台湾男性一样哦，对于首都哦第一次正面接触的父祖祖国中国充满了好奇跟好感。台湾女性都认为中国男子的举止温文有礼，能够讲纯正的中国语的中国男人，都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的精英，值得敬爱信赖。那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陈树清哦，留给那个谁？陈树清留给那个张白环的那个遗书哈，你们看一下遗书里面也再三的那个强调，哎呀，你是一个纯洁的青年哦，我们两年的日子来往的那么亲密哦，你从来也没有怎么样哦。我也从来没有看出你什么有要求的意思。我常常不相信你们外省人会这么老实，你是那么的诚实，那么的用功，对人又是那么的和气，这一切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见的一个人是这样哦。你告诉我很多什么事情，就讲了很多哈、哦，那个称赞他的话语。那其实这称赞的话语后来证明是张白环伪造的，哦。后来有破案，但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讲这个八卦。后来这个故事其实被拍成电影，台语片拍了两部，然后最后一部是80年代杨惠珊还演那个陈树清，哦，刘尚谦演那个坏蛋，那个电影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后来有一篇那个杂文里面有提到这个故事，后来光复后。甚至被拍成电影，台语片拍了两部，国语片拍了一部，哦哦，那这那个你们手上如果有这篇文本的话，你就那个稍微那个看一下啊、哦。那这个文本《淡水河性情》，淡水河心中哦，说记录了陶晶孙哦。短短30年对台湾的观察哦，同时借由这一篇小说哦，揭露当时候到台湾的那个文人学者的心境哦，可以说是跨界者。我把陶晶孙把它界定是跨界者哦，跨界者的陶晶孙他的跨界观察中浓缩了光复初期台湾的社会氛围，同时也展现了各种层面上的人物像。那透过虚构的小说文列，表述了真实的那个社会现实。那这篇小说是1951年七月啊，发表在一个日文的杂志，那个叫《展望》哦。这是一个日文的杂志，陶晶孙《淡水河心中》，就是陶晶孙哦，陶晶孙的那个照片，陶晶孙长得玉树临风哈，真的像个文人哈。然后这是他到在台湾大学，在台大医学部任教的时候发表的那个文章，我都把它找出来哈。在台湾大学教书的时候，也发表了一些关于那个热带医学的那个。文章哦，这是那个陶晶孙，这是他死后他的日本友人帮他，在到了50年到了日本，到55年去世的时候发表的一些日文的文章，把它整理成给日本的遗书。这本书到现在是弄些了哦，还是过了几年就不断的在那个再版，不断的那个。再版哦，这是陶晶孙。那陶晶孙，我讲到他精通日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是在日本读。那这篇小说《淡水河心中》哦，他以《淡水河心中》为名哦，这篇小说名展开他的小说的书写哦。其中“心中”日语念“心旧”哦，“心中”这个词的使用，其实隐含了陶晶孙深刻的含义。那日文的我刚刚也有讲到，日文的心中就是中文的我们中文的性情，也就是相爱的男女为了见证他们的真爱而一起寻死。然而小说虽以心中开头，前篇中却透过战后初期台湾女性以
外省女性的交往而注意，暴露了战后社会的省级议题，终究这个事件被浪漫化的心中事件，在小说中被重新改写，并以刑事事件作为那个结尾。那从这一篇小说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陶晶生在此使用心中心旧这个词所富含的深刻的那个反讽的意味啊。这个心中的话当然不是个好词汇啊，这个男女不合就很漂亮的分开嘛。现在台湾好像有很多很奇怪的那个年轻人 EQ 太低了嘛，对不对？我到结婚之前被甩了，我想恐怕不止50-60次以上。那被甩以后，当天晚上喝个酒，然后醉到天亮就好了嘛，对不对？这男女恋爱那个吵架分手的很正常嘛，对不对？被甩又怎么样？太阳依旧东升嘛，对不对？都我最近看到台湾发生很，就是看的真的很生气，也很伤心。那你想分手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分手就分手嘛，真的。The sun also survives， 太阳依旧东升，对对，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这篇小说的话，你们手上如果有的话，你就稍微把它看了一下。这篇小说的开头是以台湾的山林、河流的镜子交织成整体的样貌。那小说中的主角叫吴志夫哦，他记忆了从上海飞抵台北的台湾印象。他对台湾的第一个印象是左边的大屯山，右边的观音山为台湾的入口之地标哦。远远的淡水河像是一条哦飞机跑道，是台湾的玄关哦。地面上散置着荷兰人建造的童话故事般的城堡，上面飘扬着英国的国旗。你们如果手上有的话，你们看一下，在这之下的地面遗留着日本的那个炮兵阵地，那从这一段那个台湾地理图记的叙述可以看出，小说中主角那吴志夫的观看的视野，他的观看视野，那对于这位小说中从上海来台湾的青年来说，台湾虽然是重归祖国之地，然而却是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意义，因为毕竟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平坦的台地，小说中他平坦的台地，终年烟雾迷蒙，就像蛮荒地区一般的高耸山脉，那也只是淡水河的传说，一一点缀了台湾的异国氛围。那对于小说中这个那个主角吴志夫那这个年轻人，他具有日本经验的外省青年台湾的混杂性吸引了这位青年的注目。那陶晶生，那他就透过这些台湾印象记的展示，记录了台湾女遭殖民统治女遭奴役的象征，从而也暗示了复归祖国的台湾社会中所隐含的复杂的殖民记忆，以及新来的统治者之间必定会存在的那个隔阂这是我简单的那个说明一下那个这个这篇小说的那个文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希望说留更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不只是讨论这两个文本，也许也可以讨论整个从30年代到50年代，横跨着所谓东亚，我把它扩进台湾当时台湾中国日本的所谓的漂流跟那个跨境的问题，人的那个跨境，那文本人的跨境漂流文本的那个夜景，它的意义在字的一些问题。那我最后这篇小说《淡水的心中》，我做一个简单的个结论那陶晶生这一篇台湾书写，他是在日本完成的，后来他离开日本以后，在日本以日文书写，然后发表在那个日文的杂志上，《展望》这个杂志上后来也收在他
他的遗著，他逝世之后，他的日本朋友帮他编的遗著，日本的遗书，这个遗著里面，那这篇小说可以说是我把它称之为跨界者，跨界者的陶晶生的四年，他在台湾待了四年，四年的台湾观察记，见证了战后初期台湾光复初期混乱且重重的社会样貌与意识形态。那淡水的心中不只是陈树清的性情事件的再现改写，而是融合了陶晶生个人对台湾的理解，以及对光复初期来台的外省人人士心理的揣摩，那个而成的。那从淡水的心中这个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陶晶生企图透过陈树清的性情事件，揭开当时候部分来台和一部分，我强调一部分来台的外省青年的心态。那透过对现实事件的逆写，讽刺了当时舆论刻意形塑出陈树清性情案件的浪漫色彩所淡化的省级冲突，以及揭开这些浪漫故事背后的政治操弄，这是陶晶生的那个最大的意图。那底下还有一些时间，我很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个那双向那个对谈对话的那个机会。好，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这个黄英哲老师给我们很精彩的演讲啊。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黄老师透过藤野先生到台湾啊，那以及陶晶生的这个淡水河心中啊，这样子的一个根据新闻事件而改写成的小说的讨论啊，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在这个亚洲共同体，特别是在这个战后啊，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个文本跃进以及意义在志的问题啊。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的跨境，既有人的跨境，也有文本的跨境。那也正因为同时有人跟文本的跨境，所以它在一种相互的交织拉扯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更多更复杂的一些问题啊。跟意涵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去讨论，所以我想下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握时间啊，来跟这个黄老师进行一些这个请教啊讨论。我想对于这个淡水河的这个殉情事件啊，可能同学都很有兴趣啊。那么对于藤野先生到台湾，为什么这个小说那会被这个相当程度的删节啊？那也可能会有一些思考跟疑问。所以我们下面就请同学们啊，来就这些这个演讲的相关的内容呢，来提出一些问题啊，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些讨论。有没有哪一位同学要提问？老师，我是台大台文所的马一航，然后有两个问题，一个比较小，一个比较大。那第一个问题，我好奇的是说，像淡水河心中这一篇文本，刚刚老师说他当然就是就陶晶生来讲，他其实呈现了台湾战后的一个复杂的种种冲突的面貌。那我想问的是说，那淡水河心中他刊载在50年代的日本，对于日本人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杂志上刊载一个前殖民地的现况的描写台湾的小说，对于日本人的阅读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那再来第二个是当然陶晶生他以一个跨境者的身份，其实可以透过很多语言、省级、阶级、性别上面的冲突去探讨这些跨境的问题。那当然我想对黄老师来说，老师本身当然也是一个跨境者，跨越语言，跨越国界，老师在观察这么多东亚的种种的跨境的案例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可不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方法学上面的建议？在面对这些个案或是群体的时候，你会建议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观点或是方法去切入这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样，谢谢老师。那个，好，我马上。请谢谢那个马一航同学的提问啊，然后我们来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回应。那个马一航的提问非常好，
而且我看过他不少的文章，文笔好，而且下笔又快。那个江山代有人才出，让我感觉我是老了。那淡水和新中发表的那个杂志是叫《展望》哦，这个《展望》这个杂志在那个五零年代的那个日本的那个文坛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同人志，就是同人哦，同人组织的一个团体做的那个杂志，但是这个同人里面那个很多当时候在日本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个文学家，包括佐藤春夫，佐藤春夫也是这个同人哦，这个展望这个那个同人杂志里面的一个同人哦，然后那同人那个不少人，我现在。那个手上有材料，但是我没有带来。我那个你如果进一步想对那个展望这个杂志有兴趣的话，我回去之后再把那个材料寄给你。我刚好手上没有这个材料，然后最近觉得很奇怪，我那个昨天、前天上个礼拜上个月的记忆完全都很模糊，但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那所以真的到了这个年龄，就我一个朋友经常讲，人到了六十岁，身价有两亿，一个是失忆，一个叫回忆，没办法。对，我现在想不起来，就展望那个杂志的那个同人的名单，那名单也有，虽然是一个同人杂志，但是在当时候的五零年代的日本的文坛上，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杂志。虽然它所谓同人杂志，就在市面上那个不是比较不属于市面贩卖的一个杂志，就同人只要是同人的都会寄给你，所以同人杂志。但是后来展望这个杂志，它一直延续的很晚，到了那个七零，我记得到七零年代还有，因为它背后有一个。那个日本非常重要的书店在朱，国语还是讲朱基崎，然后朱，就是抱歉，我这个到现在咬字还是朱持这个刊物，朱持这个刊物叫竹某书房，这非常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那个出版社，到现在还有竹某书房，是很重要的一个出版文学前几个的竹某书房这个杂志支持这个那个展望这个杂志。那当时候呢，那个大文豪佐藤春夫看了淡水和新中之后，佐藤春夫他有发言，他们有座谈会，里面就是针对那个陶先生的这篇文章，认为说应该尊重他新鲜的文体和兼具自然科学家与文学家的独特构想，期待今后陆续有新作发表。哦，就是陶晶生发表《淡水和新中》之后，那个我再整理一遍，那个佐藤春夫他读了之后大为赞赏，认为应该尊重其新鲜的文体和兼具自然科学家，因为他是念医的哦，以文学家的独特的构想，期待今后陆续有新作发表哦。那我是觉得很可惜的哦，他到日本没几年就肝癌去世。那其实他到日本之后写的小说就两篇《淡水和新中》，另外还有一篇就是短篇的小说，那个杂文比较多，随笔杂文写的比较多。那个《淡水和新中》的话。几年前上海有出版，在台湾大概买得到那个给日本的遗书的那个中文翻译，但是里面那个没有《淡水和新中》这一篇那个小说哦。那第二个问题的话，那个马一航也问得很好，那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哦，一个问题。然后我最近等于说我这。刚刚梅老师也有提到，就是我一个守备范围，因为在日本所说的信念就不逾矩，比如说自己有一个范围的话，就在这个范围里面
好好的做好，不会说从古到今甚至原住民都能够做，我没有那个财分，对不对？我能够做的就是我就是整个那个围绕着那个30年代到50年代，然后包括台湾光复前后整个那个文化人文学家的那个漂泊，我把它称为漂泊，还有跨境，还有移动的这个问题，就是三个 keyword， 那个漂泊、跨境还有移动、那王德威先生、他之前提过那个所谓后移民、后移民的那个文学论述。那王德威先生有讲，台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同时接纳了移民、移民跟移民，移动的移，还有那个移书的移、移民和移民，如果前者体验了空间的转换、后者更见证了时间的裂变。刚刚梅老师有提到，这整个那个年代，30到50年代是中国不止中国，整个东亚地区一个大裂变的时代，那个很复杂。那个谈我可以讲一个学期，这个大裂变，这个东亚在30到50年代，横跨战前，横跨战后初期，包括台湾的光复，包括80年的那个抗战，包括之后的那个国共内战，还有整个冷战的前夕，算是一个整个历史上，特别是东亚地区一个大裂变的时代哦。然后或者跟见证时间的裂变哦，回归与不归之间一向存有微妙的紧张性。那台湾经验的两难，正是古今有之，以今为例。这是王德威教授的那一段话哦。当然了，我们那个来看整个台湾历史，或是特别是中国现代史哦，那个离散并不是只有那个台湾或是中国的那个独有的历史经验。那李友成教授最近几本书，我是觉得薄薄的，而且很好读。就是他讲那个离散，还有讲他者。那他其实要写三本，一个是那个记忆，大概今年会出版他的所谓最近的三书，离散啊，他先写他者，那再写离散，然后记忆他的稿子已经交给影城的，已经在戏论已经完成，但是他的那个的这几年的那个研究的主题。那李友成老师哦，李友成教授他也讲过说，离散社群的复杂性、多样性跟差异性，那世界上许多种族都有自己的离散的故事哦。离散不只是许多个人与种族的那个历史经验，也是许多国家与社会长期存在的现实，更是后殖民以全球化时代跨国流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不是台湾才有，不是中国才有，也不是东亚才有，因此那个所谓台湾的离散甚至漂泊，所谓移动的历史经验除了具有台湾的地方意义之外，或许也具有某种世界史的那普遍性全球化在讲全球化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到那个在地化跟那个地方性的问题而且整个那个近代的历史，包括那个西洋史的整个近代历史中的所谓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还有整个国际关系的纷争，整个战争的影响，还有整个帝国规模的社会流动，在二战时候，你看那个日本有甚至就是那个移民到满蒙，到那个满洲国，移民到那个蒙古，还有移动到那个台湾花莲留下南方移民村的那个遗址整个帝国规模的社会流动，特别那个日本人移民到满洲国的也不少，后来战后有一批也有移民到巴西去整个帝国规模的社会流动，还有战后复原的地理空间上的国境的收缩，还有政治上的所谓公民身份的互市国民化等因素，因为整个战后复原之后，比如说台湾人一下子又恢复了那个中国中华民国国民的那个身份，然后丧失了所谓那个
那个日本的申论，这政治上和政治上的所谓战后的复原的地理空间上的国境的那个整个国家与国家的境国境也算是个越境，国境的收缩，然后政治上公民身份的互视国民化的因素扩大了整个那个更为那个复杂的因素。那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台湾的地理位置，还有台湾的历史发展的机缘哈。它的我们整个台湾的历史充满了各种人情的迁移跟故事，南往北来漂泊东西离散经验早就蕴含了整个台湾历史，成为台湾历史发展的的动力然后在全球化成为今天热门的流行语之间在离散成为当代的文学批评跟历史建构的语言之间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在无意识有意识在自愿和被迫参与的各种尺度规模的移动。那这是整个我的思考，在研究这整个大的问题里面，整个所谓大东亚的裂变整个三零年代到五零年代的所谓的漂泊的那个问题，还有整个那个跨境的问题，还有整个移动的问题，我的基本上的那个问题意识也可以算是一个初步的那个研究构想跟研究方法可以吗？谢谢黄老师我想黄老师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由于这个三零到五零年代的这个历史的大裂变那因此呢造成了许许多多的文化人知识人那当然更有许多广大的黎民百姓，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巨变期的一种跨境跟漂泊，那也正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人员的离散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问题的复杂性，那包括了就是说许多的历史它可能就不再是非黑即白，或者是说如我们原先历史教科书当中所看到的那么样的清楚明白，那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不同史观的相牵嫁接，那么甚至还有对许多文本的一些改变挪用。那么今天黄老师其实刚才他在跟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是说一个已经写成的文本那么在他的这个跨境的越界的这种翻译流转的或者是再写重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衍生了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复杂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还有其他的同学有问题要提问，来请。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以日本的观点，他们是如何看待就是殖民台湾五十年这段历史？那政府跟民间就一般人民他们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那他们是怎么论述这段历史的功与过的？那就是这段历史对现在我们日台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教授您旅居日本多年嘛，那在跳脱台湾，然后您在外地再看台湾，那你有没有什么新发现或什么新的感悟？那您认为台湾比日本优势在哪些地方？谢谢。从日本外部的人来看日本，跟一个在日本住了三十年，我到了今年刚好满三十年。留学当学生当了十一年，教书教了将近十八年然后来深入日本的社会，然后深入日本的学界然后来看日本，跟你们来看日本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然后 OK， 就是说台湾不少人哈日，那其实你们大概不太清楚，不少日本人也哈台。不少人日本有哈台，我就不讲一些什么理论，我是觉得理论是很重要，那我比较喜欢讲一些更具体的例子。说我的学生我的日本学生来台湾留学之后都不想回去了，都是想说有机会能不能留在日本工作，年轻人留在那个台湾就业工作。然后日本的老年人来到那个台湾之后，他们都希望说有机会能不能在台湾那个 long stay， 就是说能够
长期的居留那个台湾，叫哈台，哈台。那台湾有什么优势？在讲台湾有什么优势之前，我是讲日本。就日本社会的话，你们觉得非常有秩序，很干净，那彬彬有礼，这个都是事实，都是事实。但基本上日本人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的冷漠，只是彬彬有礼，彬彬有礼。其实他已经一道墙都已经设好了，已经设好了一道墙。就人与人之间，日本人之间，彼此之间很冷漠。但是日本人他们就是会制造 group， 就自己形成。我们中国人是讲勤而不党，日本是勤而党，对不对？他们会在学校，是说在公司，反正有人的地方，他们就组织一个 group。 那这个 group 的话就非常的排外排除，不是他的 group 就非常有那个排挤性，人与人之间非常的冷漠，但是他们会形成一个小团体。那小团体一形成之后就又非常的排外。那人与人之间冷漠不只是日本社会，日本家庭也是一样。日本家庭就是说兄弟之间，甚至就是那个父子之间，甚至那个母子之间，也是就是跟我们台湾比起来，跟中国比起来的话，我讲是普遍性，但有特殊性，普遍就是非常的冷漠，没有人味，没有人味。那台湾的优势在哪边？我们台湾人非常有人情味，非常有人情味。这真正那个台湾的优势就是非常有人情味。然后到台湾的话，你会觉得台湾社会很温暖，那台湾人非常的有人情，然后我们都知道，经过整个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反右派，整个那个文革之后，当然他们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九零之后，慢慢的有恢复所谓国学热，然后慢慢的重视中国的那个所谓那个儒家的精神、儒学精神，但这些东西也是一个累积，不是一下子之间就可以造成。那中国好的好的地方，好的这种温和敦厚讲究人情礼义，这种好的一面的那个好的时代美好时代的一些中国的那个基本上的核心文化价值，确实我是觉得在台湾的话，某种程度有保存下来，有保存下来所以就是说我就回到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是觉得说台湾的话确实有很大的优势，不要小看台湾。台湾是虽小，但是整个台湾来讲的话，它保存的不只是说所谓东亚的那种那个儒家思想的那个核心有保存在。那台湾的话，至少所谓西方社会讲究的那个尊重那个所谓自由社会、人权社会，这几年也进步了很多，这是台湾最大的优势。就是，但是台湾有时候又太自由了。这个好坏，这个有时候实在很难讲，也当然不能无限上纲的那种自由。这其实非常的复杂，这个很复杂。就是说，台湾的话确实是很多优势，也许我们自己没有留意到。然后，如果你再从外国人来看台湾的话，你就会理解台湾真的有很多优势。不要小看台湾，对台湾要有信心。我虽然工作在日本，我一退休我就马上回到台湾。我不会留恋日本，那只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我必须留在这。一退休我就马上回到宝岛台湾，波多台湾，这不是胡说那还有第一个问题的话，说日本人政府跟那个老百姓怎样来看五十年的殖民统治那我上课，因为我在大学还有在那个研究所，我都是开台湾研究的课，我就跟日本，我就首先我讲我的认知，就是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我这几年前这十年一直讲所谓现代性的问题，确实殖民统治无意当中带来了一些
好的所谓的那个现代性。但是日本上，我就对着你们对着日本学生讲，甚至日本学者讲说，那个建设台湾其实不是为了日本，不是为了台湾，是为了你们日本，为了就殖民统治是为了那个日本才建设台湾。你要拿到更多的鸡蛋，回的鸡蛋，当然要把鸡养回啊。那瘦瘦的鸡怎么生鸡蛋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建设那个台湾，然后建设台湾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台湾，还是为了他们日本的那个国家利益。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也带给台湾的某种的所谓现代性的，不管是那个软的或是硬的，软体部分或是硬体的部分，是带给了那个台湾不少的那个好的地方。但是呢，我是觉得说不能忽略整个战后五十年的话，那个1950年就是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之后，中国好的一部分也是带到台湾来。我是觉得今天的台湾社会，我们台湾是过度的去评价日本，过度的去评价日本。确实那个50年国民政府迁到台湾，那228是之前，那白色恐怖确实值得要批判，要骂，都我是觉得都是对的。但是你来讲战后整个50年之后，中国那反右派更惨，反右派是全国铺天盖地的。那白色恐怖的话，不像中国那个反右派，整个全国性的变成个运动，变成一个政治运动。那白色恐怖是一个政治的那个案件。那国民政府是有些地方是真的要批判，要骂，要好好的骂。但是他来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比如教育方面，然后中国文化的推行。好的部分也是不能够忽略。然后殖民统治五十年的日本所带来的某种程度的那个现代性，跟50年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也有好的一个部分，中国文化好的一部分传播到台湾来，这两股文化啊，然后在台湾河流才有今天的台湾。我是站在一个在日本那个我曾经，我到现在还是批评国民党，我讲我不是国民党员，但是事实是事实，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能昧着良心来讲话。然后呢，今天日本政府还有今天日本国民，我说普遍的话，还是呢台湾有今天是我们日本人的功劳。那即使在日本一些部分的学者，我不要讲，就还是有部分的学者，他看着我们台湾是以上对下来看着台湾。我希望说日本人甚至日本学者看我们台湾的眼神是一个平等对等的眼神，平等对等的眼神，来用这个眼神很重要。你们在跟人家谈话的时候，这个眼神很重要，不能用一种上对下或是那个成一种行以外，这个眼神是躲不了的。对，要温和对等的眼神来注视着对方，不见得要温柔，就温和的眼神来注视对方。那日本呢，而且日本人呢，一部分的那个那个日本学者，在言语之间，你们留意言语之间还是会流露了他们所谓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不只是对台湾，特别对中国。对中国来讲，他们也是那种上对下那一种，一种很自己优越感的那种心态，那种眼神的来注视着对方。所以在基本上的话，整个我是觉得说，战后台日之间的往来，台湾跟日本之间是一个不对等的关系。那怎样把这种对等关系建立的话，我是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反省哦。哈日是我是不反的，但是日本也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么好，那么天堂。日本存在很多问题。我住了整整的30年，今天那个不少一些日本人，包括日本学者也讨厌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了，你们太清楚了。
我对你们太清楚了，清楚到最后他们也讨厌，没办法的事情。啊，我可以这样回答可以吗？好，谢谢。好，谢谢黄老师。我们还留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同学要提问，就是还有可能一点点时间。好，就最后一个问题来请。老师你好，我是财经系的陈长志。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日本的那个读者和学界，他们对于那个中国文学，比如说鲁迅，自然是很有同感。那他们对于那个台湾作家的接受的概况是怎么样呢？谢谢。因为我从那个1998年到今天，那个明老师他也知道，我就是推动，本身也参与啊，那个翻译了不少当代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到那个日本啊。一开始是合作的很愉快，就是跟那个藤井行山教授还有山口所教授三人合作，那个大力的那个把当代那个台湾最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翻译成那个日文，从1998年，然后差不多到2006，但是2006、2007那个系列总共出版了15本啊、哦，几乎在台湾有代表性的作家，从李昂、朱天心啊，然后李乔哈、哦，然后王珍和还有那个王拓哦，就是不管他们长篇、短篇，包括评录哦，翻译成那个日文，然后那个在日本出版，然后介绍。那整体来讲，我简单讲，台湾的作家作品在日本的话还是被接受了。当然销路的话哈，销路还是有限，但这个销路的话不只是台湾文学作品。日本的外国文学作品的销路还是非常有限，还是非常有限。但是，我讲的是1998年啊、哦，有系列的去翻译，但是在1998年之前，已经有断断续续的被翻译成日文介绍，因为这是一个累积哦，不是说，1998年的才重要，1998年是一个系列丛书的方式出版的15本，我跟藤井教授、三国说。合作那总共出版的15本，没错，我记得是15本。那之前也有断断续续的系列，然后2006、2007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2008年到2012年又一个系列，但是那个系列没有办法像15本。那最近比较成功的一个系列，你们也许无法想象。就是那个中文系高家谦教授的那个合作协助，我们出版了4本的那个马华文学，我们把它起名是台湾热带文学系列，翻译了李永平，翻译了那个张桂兴和黄锦树，还有短篇的比较代表性的那个马华短篇小说，出版了4本。那这4本的话，在日本的现代文学界引起很大回响，真的。喜欢现代文学、喜欢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对马华文学评价很高。但是我一直强调，那个卖的话还是非常有限哦。但是书评很多，讨论很多，然后他们觉得说，现代文学整个现代文学里面，你要讲中国现代文学啊，或是华文现代文学和华语语系的现代文学，有马华文学那个。丰富的不得了，它的中国性、它的南洋性、它的内容，这丰富的不得了，哦，丰富的不得了，是非常的惊艳。这个系列，等于说一般的那个喜欢现代文学的读者接受了台湾文学，那你要说成为 best seller， 那是不太可能。那比较欣慰的一件事情哦，但是2006或是2007的话，日本岩波书店有一个。重要的词典叫广辞宴啊，广辞宴是几乎日本每个家庭、每个公司行号必备的一本那国民词典呢。那广辞宴里面像一个小百科一样哦，除了词汇以外，一些那个西洋哈，或是说东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哦，那名字都在里面。然后他们5年或10年就会改版，那从50年代就开始出版广辞宴。然后
最新的一个改版，大概2006、2007，我忘了。那个改版里面第一次挑了大概有五六个台湾作家在里面，哦，有我记得有李峤，还有李昂，哦，那个可以查得出来。我都讲我最近失忆很严重，呵呵，那这个作家我那个材料我手上没有带来，就是说 ，Empo 书店的广辞宴被日本称为国民词典的广辞宴，哦，既然最新的版里面说有台湾作家五六个，哦，五六有战前的作家，也有那个当代的那个作家，我想几个方的，反正起码有六个上，五六个以上，这表示说台湾作家的话在日本社会基本上是被接受的。而且我强调，这是多年来很多人的努力，哦，从战后到现在，我们台湾作家的努力，还有一些学者，台湾学者的努力，日本学者的努力，大家一起努力的状况下，才有这个成果，哦，不是一个人，而是谁。我想这个是很多人的那个努力，作家、译者、学者，哦，然后一个连续性累积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好，谢谢。非常谢谢这个黄老师啊，其实我这边还想要再做一点补充的，就是说黄老师刚才是只提到了他这么多年来啊持续的在日本啊翻译推广台湾文学哈，但是黄老师做的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啊。那么他所在日本这个对于日本不管是学界也好，或者是说啊一般的这种这个知识界文化界也好，他同样的还把台湾的电影啊纪录片啊那舞蹈等等啊，那么这些相关的文化艺术呢都推展到日本去。那么他每隔一两年一定会这个邀请台湾的学者或者是译文工作者啊，那么到日本呢各个大学啊去座谈啊演讲，那因此呢大大的也就这个提升了我想日本各界啊对于台湾的文学文化艺术的重视啊，那以及喜爱啊。不过呢，我想从刚才王老师的演讲，那以及他跟同学的讨论当中呢，可能有一些问题是非常有趣的，还值得同学们再进一步的思考。怎么说呢？当然黄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跨界者啊，越境者啊，那他从这个台湾到日本，所以他可以呢从日本看台湾，然后也可以从台湾看日本，在这个相互的对看的过程当中，因此对许许多多的问题呢都可以有更细致然后更深入也更复杂的思考啊。那么就好比说他刚才提到的这个台湾马华文学的翻译啊，那么好像这个翻译的这个丛书名叫做台湾的热带文学哈，可是这个台湾的热带文学当然它是用华文写的，然后它翻译成了日文，那么它的作家呢来自马来西亚，而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些作家他在台湾求学，可是他的所思所感或者是说他所认同的似乎又是一个文化中国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文本里头呢，但是它所涉及的却是很可能很多重的啊不同的跨境，然后以及呢重层的种种的文化的纠葛。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进一步的再去思考关注啊，我想这是以后我们这个课程里头呢会持续探讨的问题。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黄老师啊，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但是给我们很丰富很精彩的演讲，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启发。那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黄老师，谢谢。